我今天在鸡翅上大厂的多，幺姐，幺姐来把这蛋给你外婆交过去。好，没得。老婆，我给你提点鸡蛋过来哦。哎，幺姐。老婆，拿过来洗。哎，把蛋放去。妹儿，嗯，你咋喜欢的？没有啊。那个钟叔也给我发财务费，你看是你挺馋哦。哎呀，好说的，听话。妹儿，你老婆姐怎么样？你把碗都放了。老婆，你收下，我去了。哇塞，能干好一次。对啊，干啥哈？麻辣鲜香。